全国教育杯开水赛民俗体育比赛，今仔日伫斗六寿天宫的广场闹热举办。今年参赛队伍是非常踊跃，总共有来自全国200支的队伍报名参赛。副馆长丁彦铁也特别来甲现场鼓励选手，希望透过遮个参赛的学生，会当将台湾传统文化精神宣扬出去。少年囡仔动作非常流利，带来舞龙表演，活络今仔日展开的全国性民俗体育比赛气氛。来自全台湾15个乡镇市，总共200支队伍集中伫训练比赛，场面非常闹热。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，可以让全国各地看到我们所有的体育的多元发展，特别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传奇的一个好的一个典范。那这一次的比赛非常的多元，非常的精彩，包括我们的客家师、开口师台湾师甚至我们的醒师，还有我们的太鼓、单龙、双龙等等，所有你想得到的传统的我们在庙会看到的一些文化的一个表演，都其实在这一次的比赛都可以看得到。每一支队伍都准备好要上台表演，这场盛大活动虽然讲是比赛，其实也当讲是一场文化交流。超过5大项的民族剧的演出啦哦，通常经济每一年哦的队伍统计哦，我们统计过每次都大概成长在10%还有15%，所以说我们非常非常乐见。会当在咱训练这个所在，今年特别选择在这个斗六寿天宫吼，咱的义工组嘛例行的交代，甲妈祖生的这相关活动做相关的这个连接，对客家文化教育传承是一件非常重要、有意义的代志吼。咱嘛希望未来会当讲在训练3月小妈祖的时阵，拢会当甲客家相关的教育传统结合社会来做推广。有队伍的专长是展现传统技艺，有的是结合传统开发新创的技艺，甚至还有来自不同族群的队伍展出另外一种的技艺。不管是什么款的专长，全部拢在这个活动中达到族群融合的交流意义。15县是有来自台东的哦，台东的哦，等于就是原住民的一个族群哦，他一样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，所以说他们也非常重视我们客委会给我们这个机会了哦。天气炎热，不过选手拢无咧惊，依然是充满信心来完成因的比赛，希望讲能好成绩，过当伫遮用机个交到好朋友。记者陈威，差不多。